星光大道，今天早上吴敦义在立法院里头还是再度的说，这个强制3%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哦。已经有8个机关曾经试办过这个做法，但是发现呢，有的人就是丙等打不下去，有的是打了丙等之后还要求说要继续发年终奖金哦，就是试办起来结果并不甚理想。当然，试办的结果哈、不理想是目前知道的，但是关中既然那么有把握。考试院，关中考试院先试办，你是不管是主管还是公务人员，你先打个3%的平等给大家瞧瞧，看怎么打。说不出来，马总统打关院长平等。对啊，那会不会考试院的？那你又考试院打不出来，关中五个人。考试院跟总统。